性感。哇塞。哎，这真的不是正面可以正面全开，就是类似全部扣子，它是马甲式的衣服。对，它是马甲式的。你这个裙子跟裤衣服是分开的，这个是我自己搭的。裙子本来没有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干嘛搭上去呢？哎呦，哎呦，有什么呢？也是甜美的，有料。哦，好正哦，正哦，很正。脸好长哦，漂亮。脸好长，瓜子脸。是是是，嗯，怎么一直在对自己妄谈？没有啊，你也是瓜子脸。对啊，你真是瓜子脸。对啊，你是瓜子脸，嗑完的瓜子。因为痛苦感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欢迎丽。你去哪里？为什么自暴自弃了？现在几个小孩了？当时怎么会像妈妈包一样？没有，因为这个包包很大，我觉得很有机能性。有在开修车厂的，为什么会跑去兼顾塑料保险杆？没有，那个是我朋友他的公司，然后我去探班这样子。所以你平常出门是这样的打扮？对啊，就是很朴素，就是。他是没拍到腿，因为他这个裤子其实蛮短。哦、okay ，腿还是修长这样子，是不是？可是就是喜欢穿一些宽松的衣服，然后就是不用花什么脑筋，然后就赶快可以出门，然后包包就喜欢背那种可以放很多东西的。是。嗯、不是，请问一下，您平常是音乐老师？对啊。去哪里会，哪一个音乐会要这样的一套的衣服？没有，其实就是今天。想要来一点不同的挑战，然后想要留下人生中美好的回忆，在这个地方。康哥他的衣服那个是钢琴键盘，有声音的，可以弹奏。哎，我灵感来了。对，而且他这是正面可以全开的，是吧？对，哇，性感，哇塞。哎，这真的不是正面可以正面全开，是类似全部扣子，它是马甲式的衣服。对，它是马甲式。你这个裙子跟裤衣服是分开的，这个是我自己搭的。裙子本来没有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哎呦，干嘛搭上去呢？对，这还是电视，好不好？哦，哎，康总监有没有让你觉得挖了宝？他的外表跟他的身材啦，他确实有是比前面几位来的适合。是。哦。啊，对。哇。嗯，各位，半夜在路上看到这样，赶快跑。通常都是厉鬼啊，红衣女子啊，她气质很好。对呀，音乐老师嘛，哦，这样子再经过你们的，对不对？雕琢，哎呦，那期卖翻天哦。对呀，不用交情了。我跟你讲，待会他一定会给你名片的。哎，他上次还是要求跟谁合唱的？那个黄靖伦，黄靖伦，黄靖伦。对对对，黄老师，你们都学音乐，你的主修是什么乐器？我主修钢琴。钢琴，嗯，是古典钢琴。嗯，那我现在会比较那个期待是要看等一下他的 pose 有没有加分。是是是。但以目前弹到现在为止，嗯，你是不是觉得哎呦蛮改变？当然以各个条就是身材的条件来讲，显然是他现在是优势一点。对，嗯，我现在马上来看看音乐老师。面对封面照的时候会怎么样？来，请两，哎呦，预备 ，Go！ 一，哎呦，哇塞！这个真的叫晚上穿红衣。二，哦不，三，哎，他也是个扮猪吃老虎的，没错，没错，没错，真的，真的，没有，他没有扮，他直接吃老虎。三号那个真的是不是？平常教钢琴太压抑了，对不对？那有接外拍吗？你有接外拍吗？没有没有。他在教课嘛，弹钢琴弹到一个阶段的，弹休息。全身都傻了，我。哇，这个今天开始，你应该教课的价钱可以往上再提升四倍。也有很多的父亲都会来请，对对对，没错没错。你的学生主流是四十几岁的男生哦，真的，哇塞！昨天刚看了有没有什么想法？对，
有那个音乐老师下班后的解放。喂，你要下班后的解放，你不要谦虚，你是总监哎，对他真的很厉害。是他我觉得他这里有底子啦，有颇有大将之风。对，他叫一声声把前面四位全部哇踩在脚下。哎呀，你看你看，没有，有一位不用踩。他自动到脚下去，会转型当专职艺人会红，真的，对不对？对，不管是演戏或是唱歌之类的。王老师，这个在唱片界来讲，应该有可以走出一个不同的。其实他不一定要唱啊，他可以演奏啊，嗯，我影响他专辑的封面的，对不对？就是一个白色的钢琴，对不对？他就全黑的衣服，哎呦，哇塞，黑白分明，哇塞，这个完全是您个人喜好哦。对，就像那个有个那个音乐老师啊，音乐家赖英里，嗯，质感太正了，真的。你现在有跟人家签约吗？把约拿来，快把约拿来，先签的。漏晒就不要啪啪照，在家看三立新闻网，隔离就不要啪啪照。想知道疫情最新资讯，就要看三立新闻网。懂了就动作啊！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就是这么简单。